个城市美女最多？你觉得？成都吧，重庆，成都，重庆。嗯，为什么呢？确实演去了一趟，就是美女很多。那你觉得看到的？那你觉得就是南北方的这个美女有什么差异吗？南方女生就挺温柔温婉的那种感觉，女北方的话就糙嘛，挺糙的，我觉得。青岛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家是青岛的。那你觉得就是南北方的美女就是有什么差异吗？南方的那个脸小，尖尖脸比较多，北方的比较大气一点。成都。为什么？网上都这么说，我也没去过。肯定是南方的美女多。那你觉得就是南北方的美女有什么差异吗？南方应该都属于那种小家碧玉型，然后北方美女的话感觉肯定这都是高挑的美女吧。成都吧，因为我之前去成都也去那边玩过，然后觉得那边美女确实多，那西安也挺多的，大连也挺多，然后我觉得成都是我去过感觉最惊艳。那你觉得就是南北方的美女有什么差异吗？这差异并不是很大吧，我感觉现在就是美女可能对审美都比较一致，就是去哪边啊，就是他们的就包括他们穿衣服的搭配啊，或者是他们一些就是化妆的方式，会感觉都差不多。江苏吧，江苏或者浙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南方嘛，南方那个女孩子就是清秀一点，而且那边是水乡，对皮肤也比较好。